防区，两个，直接贴。这边这个吗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这个，就到靠我们这一侧。围墙有一个街，我看到。这里还有，倒了吗？还有个，两个房子中间，两个房子中间，两个。这边还有一个摩托，对面吧？对面还有一个。这边有个摩托。大车在那边。哎。 二连他，二连他！给我绕呢，兄弟！对，屋子还……妈的，你妈的，又是熟悉的位置，又没见到人，再回我换位置了呀！往他右上拉了，在左边，围墙也有，围墙也有。 今天就，别那么样，别倒了。别顶房子有一个，仓库还有一个，滴滴滴滴。菜棚还有一个，这空投捡了要被狙烂啊！菜棚有，菜棚有。哎呦我操，开进河里面去了！啊我操！这他妈是河！倒了。哪儿哪儿哪儿？马路上倒着，他想趴着阴影。 不管了，捡了呀！菜棚子那边的马路，现在趴着阴影嘛，我刚看到他了，捡呗，我帮你们选房子打。哎，我操！我被后面收了。安全吗？大都他出来了，夹房子开车，活不出来对吧？ 对的，大炮，石头啊，好像，右边那个ED，大炮ED，石头应该有，石头应该还有一个，石头炸倒，就是右边石头，右边石头，我看到倒的了，等一下，下一个破能丢到的，石头。 一边看不见，他又反扑，还想跑，还想跑，他要跑到集装箱，又跑了一个，对吧？我们集装箱倒了吗？集装箱不知道，没了，这队没了，是吧？集装箱还有个。 集装箱，最后一个，怎么看不到呢？怎么？哎呦我操，兄弟，一把就吃，嗯。